我已经给警察包围了，都没他就一直要问啊。不来的谁跟你问啊？所以我们了解说你们没有问题，我就给你们会就没有问题啊。你们没有问题，你会金流要去哪边，我们也要看一下啊。我就会到我的账户啊。你会到你的账户，再会到别人的账户去。对。那不是一样吗？啊，你们协商。对啊。是有问题吗？我跟你讲了，现在对方那个户头有问题了。没有啊，你要先人家对方如果啊那个户头现在有问题，你会去的话不是更死吗？你不要，啊，去警察袂甲你骗啊，啊不。你妈用被公款，不要事后再欲哭无泪又要报案，对啊。你现在的想法算了 ，OK， 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一直要求？是辛苦钱啦，我知啊，一百万做歹赚的啦。我们看比你多了。一个你跟人家斟酌，我是跟你讲，跟你讲啊，讲认真的，因为不无累了。因为我们跟你讲都没有在使用。今天这个账户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很多进去马上领走，那个就是有问题的。